上把我们的豹女，这把在对面。形态决定功能。剑圣，先吃我一激光啊、哦！我点、拜拜。他想哎那个被动，然后上来砍我两下，这是剑圣正常用的套路。来了。我把你带到塔下，你吃得消吗？你吃得消吗？啊，不漏刀。剑圣的对线模式就是 A 小兵斩好被动能砍两刀的时候，阿尔法突袭上来，他下一波再上来，我再闪现到塔下。二血了，他开始学冥想了，回血去了。别上来，上来就消耗你。舒服。把线控制好就行。队友来了，好，可以抓。你能戳到吗？戳到就有机会。好像不太行。哎，炮车不能漏，你敢吃兵？哎，不痛吗？他只有五刀啊，消耗他，消耗他。来，再上来。他冥想的时候不要打他啊，因为打他的话伤害减半。消耗他，消耗他，舒服。就在塔前蹂躏他，杀肯定是杀不掉。补好每一刀，摧毁，然后改进。你胆子大，给你抓！哎，哎呦，哎，就差一下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吹一波也行，可以，可以，好。别！回了回了回了，我补一下，3-0。这个豹女有点东西。怎么这豹女调皮？他这样赖线其实没意思啊，他这样赖线的话，他补不了刀的。他只有14刀，没事，这奈德利抓不了我了。剑圣要回了，我们把线控回来，就控在这里，放个 W， 拖一下时间，先甩一个 E， 快进塔的时候再来个 E。不着急啊，不着急，现在不放，先不放。那就控在这里。好，来个一，舒服。不用，小兵去之期不着急，先把线控好。46刀，剑圣呢？还没出来，下去了啊！他浪费时间啊，这个。他这样他没补刀的。他只有15刀，那我就不推嘛，啊，我就不推。我溜了。不贪啊，不贪，就打那么多血。
小兵是控不住了。暴虐在下路。不会吧？这把差距好大、啊。杀死他，舒服。杀肯定杀不掉啊，杀肯定杀不掉。而且这一波的话，我得防 gank。那我塔皮还是要吃的呀。来了，塔皮死，哎，知道了，可以。哇，他耐的力都六了，差距有点大，我这把。这把我先不推线，我的位置有点危险，而且我没闪，我把线控回来，让他收兵好了。我补最后一刀就行。啊，他现在哎，我现在没法支援兄弟，我现在太弱了，这线必须要控回来，8-1，有点难。80，哇，这把队友和对面的差距有点大，有点大。这把有点难，我这英雄前面帮不了忙，太弱了，只能靠他们自己。兄弟支援不了啊，支援不了，我可能会被近身拦住，而且我现在没大。很好，终结打得不错，打得不错。剑圣来了，没关系的。这样剑圣他等会要崩的，哎，他崩的。我再吃一身塔皮，我回家。我的那个马上要刷出来了，这波舒服，舒服。已经做出来了，那个玩维克托的第一时间要先把这个刷出来，死亡射线，这样我就能够收兵了。一旦进入我们的刷兵节奏，他是没闪的哦，他是没闪的哦，这有点恶心，我操，没技能了，哎，这是真的恶心。维克多的伤害就是这么柔，没办法。回吧回吧回吧，补一下装备，2000块。他开冥想，我打不动他。他们下路有点无敌，暴女有点无敌。哇，7个人头了，要不要这样玩啊？这差距也太大了，我得买个戒指了。这差距太大了。关键是我这个英雄在前面没什么用，我现在只能希望队友少死一点，拖到个20分钟，我们就可以站出来了。我现在等级比他高，压他肯定是没问题。凭什么敢上来砍我哟？你这样，小心啊，小心，小心被抓！抢杀，哎，没戳到，戳到还真有机会，戳到还真有机会啊！豹女来了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，你只有5级，赶快走啊！人家8级，哎，这打不了啊，兄弟，你看看。这个没法帮啊，完了完了，队友带了一波不太好的节奏，还好我没上，我上我也死了，我上我也死了，拍我阵营，哎，给他拍给他拍，无所谓，现在只要能做到不死就行，不被抓就行。我们尝试一下，尝试一下，这波塔皮不吃，我尝试一下。
下路崩的有点厉害。哎，我看到了，算了，我被发现了，这肯定没机会了。关键是他们下路太肥，我去了都不一定打得死。开玩笑，都已经盾了。这个塔别好吧，行，啊，这能死啊，我是在勾引他的，我故意不交闪，我在勾引他，我故意吃他飞镖的，让他冲塔，关键是我死了，应该是流一点血的，被烧死了。不过问题不大啊，我虽然没有人头，但是我的这个发育非常好。我有踢，别踢过来。好，这波跳，我有提速的。击飞有吗？我操！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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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单杀剑圣不太可能，他明抢一开我就打不动了。兄弟，这个小心，左边有来人啊！好，有手法，干了，我被他打的没血，我看，这我能怎么办，兄弟？我是第一个现身者，这我帮不了你，不可能了啊，兄弟啊，我要动你了。不交闪心里有数吧，故意勾引的啊，心里有数，来继续，敢不敢嘛，来我就要把你秀死。哎，算了，不跟他浪，他死了也无所谓，我死了就完蛋了呀，对吧，我们队伍太崩了。嗯，算了，现在不换太危险了，没必要。嗯，我现在不能死，不能换，一换二都不换，一换三都不换，他三个人头给我我都不要，就是不死。来刷波上试试看，我感觉我得提前站出来。兄弟兄弟兄弟，鳄鱼我打不动。哎，有说法。你但凡你想杀我，你就狙击。你但凡想杀我，你就狙击，好吧？那你肯定狙击。他耐德利在哪里啊？剑圣在哪里？搞不清楚。算了，视野太差。小龙没了，他们肯定打小龙去了。赶快出个巫妖，继续，没打，没死点。来来来来，视野好差。蛤蟆勾他，勾他，人有点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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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，我没大的，完了，还有贴，姐姐，撤撤撤撤，撤撤撤撤，打不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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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来人帮忙！关键是还有一手 TP， 是他！哇，一杠八的二杠五，难受。没有足够的发育时间了，我。
兄弟，那你知道什么叫风筝？帅气，700块，卖掉，不够，算了，稳住呀，稳住就赢了，再给我10分钟就无敌了。啥地儿？上路。很快，一切都将改变。队友死的太多了，不过这个局面差不多能稳住啊，能稳住。这个大鸟在干嘛？你要吃大鸟？好，来给你。是吗？峡谷没了。哎，我这丢了。吃呀吃呀，我都还不吃吗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在这跳舞？你死个80之后在这跳舞，不能这么坑我呀！拥抱进步吧，守吧，我们守吧。虽然我很强，虽然我能带你们赢，但是你这么这样送的话，我就赢。我，是吧？我就有点无奈了呀。什么叫伤害？没错，这个叫伤害。我没闪现，我可能会被针对。走啊，别去啊，那个位置很危险。我们现在必须得守住。时辰，你懂的，痛不痛？痛不痛？把视野做好就行，只要保证我不被偷袭就好说。来来来来来，漂亮！掉了。小龙40秒，来，OK， 准备火龙，这条龙很重要。好，他上头了，我没有招。哎，灯笼怎么到现在才给啊？哎呀，我没招，我有招直接把他秒了呀。灯笼给晚了。完了，龙没了，这还不够，正好没招，配合也没配合好，快跑快跑快跑！小龙不要了，肯定没了，让掉。还差200，还差200。别，我们输出不在，你的伤害不够，赶快，等我到就能收。这里有一个，先把它给炸。哎，还是死，队友还是冲得太猛了，完了。完了，峡谷，我没到，让让让让让让让，我马上有闪，我感觉我会被针对。好，回家出个装备，
团战我肯定会被针对的，所以我要很小心。我们把这个卖了吧，买这个好一点，稍微能挡一波，最后再来个鬼出，他们治疗挺多的。现在蓝 buff 别要了，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大龙，做个视野。我的大招马上好，推吧，我们推吧，现在不抱团也不行了，把视野得做好。大龙这边插个阵眼什么的啊，你就开了，哇好虎啊，太虎了吧你这个是啊，你这么玩的，快跑快跑快跑，先抱团先抱团先抱团，后面居然不来，很好，莫慌，这个位置是有点差，先溜，位置很差，闪现空了，快跑，不要被风筝，没勾到，都是勾到了，但是位置有点远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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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的，带走调职，不缺，你也得死，都得死。都得死，你懂得，来吧，哎，团灭！我在后面贼了太多的输出了，大龙搞起来，他们只要不把我杀掉，他们必输。我的伤害太高了，我一直在刷，溜不溜，马弟弟，你溜得飞起来，整个峡谷都是你的。鳄鱼来了，兄弟往前顶一下，我们顶不住，你往前站一下，往前站一下，哎呀打龙哦，龙哦龙哦龙哦，龙的血量保持哦，你看兼顾龙的血量还在杀人，完美，但我交了个闪，我没招了，哎呀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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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大功地大龙，快跑快跑！我不管了，我不管你们了，我真的不管了。再来他一手鬼出，舍弃掉这身臭皮囊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没点关注的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，一张办卡加入粉丝团。新来的朋友可以考虑加入一声。很快一切都将改变。我们抱团退中吧。小龙，这条小龙真的不能丢了，他是第四条，把视野做一下。视野太差了，我容易被偷死。真的。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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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往这跑嘞。往这跑往这跑往这跑。我们视野太差了，哎呀！别急，好，我躲了个大招，非常完美。我又走了个位，想打我，给我虚弱没什么用的，兄弟，想针对我，不可能的，我太刁了，我太刁了呀！哟，我操，乱军从中一毛插到我了，这有点尴尬，不然我全收了。我们的视野太差了，看不见，我看不到对方的动作，我就不知道怎么走位。我靠，第四条龙没了，这个都没来得及开，直接被秒，无奈。
四条龙都没了。来来来，只能抱团推了。太高于我的设计之下。快兄弟，我们大龙 buff 白拿了，跟着我一起，跟我一起就可以了，把视野做一做，哎，跟着我一起，他们是打不过的，秒掉，哎呀，调职，哎 ，ADC 怎么说？来呀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左右视野做一下就行了，奈德利是没有输出的。有视野他就毛就插不中，好，奈德利在下路 ADC 他冲不进来，冲进来我能秒他，来呀，为什么不来呀，闪现晕我，有点东西再晕我，护盾给上炸一手，我根本止不了，好，我还敢作战，我就是这么火，哎，你不，我靠，我信你，你 ，Oh my God！ 早知道我溜了，法兰珠长不起来，好，要走就赶快走，别死了，等我出来。快跑！好，别上，兄弟，他们后面全是人。哎呀，守住，剑圣。AD 快来！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哦，下没了。大龙争一波，大龙争一波，我是第一个现身者，60秒大龙ADC， 快来跟团，还能搞一搞，还能搞一搞，我得买个药水。能不能勾中一个？哎，你把他活！哎呦，大龙！不然秒了，直接秒杀，我特意卡了个视野，对面是看不到我的，直接带走，我 Q 没甩到，快快快快快快，大龙抓了，大龙刷了，赶快去，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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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搞得不守恒，搞得不守恒，想插我是不可能的，兄弟，这个没办法了，这个得留了，兄弟，这个我得留了，赶快跑，赶快跑，赶快提速！立功，大龙抢掉，插不动的，插不到我的，我吃个药水。搞你个复活甲，你服不服？出不出活？哎，我想好了再上，想好了再上，我有金身，
勾引之，想好了再上，好上当，一个一个上当，插不到我的，我的走位非常的飘逸，都得死，来追他们一手走位，提速，怎么说？给你来一首《海底捞月》，你想不到吧？没想到我会出现在这个位置吧？走个位不存在，走个位，继续，远古龙收掉。他现在心惊胆战的，远古龙收掉。好，吃。我太吃闪现了，对面输出有点针对我，我必须得有闪，不然我躲不了鳄鱼的一波闪和情侣的闪。抱团推一手，大小龙全吃，甚至我还有龙 buff。 我是第一个现身者，来来来来来，推推推推推推，快来抱团抱团抱团，再不推没机会了，完了死了，我没有 TP 救你。哎，没死了，可以视野给一下，抱团推，鬼死赵信，这个赵信绝对的鬼死。很快一切都将改变，我活没血了，都上去勾，痛不痛？视野做一下噻，你丢个视野噻，你这么多眼你放着，你上去勾他勾他，这样子就没你这个龙 buff 浪费了，提个速，勾他去，勾他，看你的了，上，塔没了，好，上去勾他，勾到就杀，勾。还差一下，那儿上，好，没有大到我，我的走位。啊，想上我？对不起，我很聪明，开一个大招，秒杀。可疼，睿智。幻缺。可得可得可得，配合的不是那么到位。睿智啊，没了没了没了，守不住了守不住了，配合的并不是很好，配合的并不是很好，哎，